不用装厚道啦。嗯，就是你们两个。我们本来就是厚道。没有装啊。我倒想看你 freestyle。freestyle 很重要，这是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有 freestyle 吗？有 freestyle 吗？现在全景了。你有 freestyle 吗？好。搭电梯不能 freestyle， 那我不如走楼梯了。没准备我觉得不行。